了，衔接第一集，现在是第二集，也就是说我们这140针啊，向上环形织的是正针。那么这个正针我们一共织了多少？18厘米啊。从哪开始算起啊？从开始织正针的位置算起，一直到腋下的位置啊，我们织了18厘米啊，同学们记录好啊。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将这140针均匀的分成前后多少各70，分的时候同学们略注意点啊，要让你底边的花纹它相对来讲是一个对称的状态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分完之后我们将这70针的左右两侧要注意啊，各给它减去5针，这边减5针，你原来是70对吗？啊，左右各减5针，你还剩多少？还剩60了，对不对啊？另外你的后背片依然是采用这样的减针形式啊，也是在后背的左右各减5针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既然是2个5针挨着一起挨着减的，分别减的，那么何况啊，我们何不给它将2个5针一起减呢？也就是整个10针你可以一次性减去，记住了吗？另外一侧也10针啊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将两侧各减了5针的这个片儿，在斜着这个位置啊，开始按规律的减针。我们要隔一行减一针，隔一行减一针，一共减几次？减8次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你看，由于这款啊，它这位置不是有意织成这样的，而是最后拿针缝成这样的。这位置隔一行减一针，减了这8次，它是怎样一个状态呢？它是2针正针在边，在最边上，然后它讲2针正针的这一侧，看到了吗？啊，这一侧的正针做了一个隔一行减一针减8次这个动作，这边减了8针，明白了吗？每次都是这样的减，记住了。好，两侧都是这样减，包括你的，你看后背片也是这样减。好了，按照这样的方式啊，我们将两边啊都减了8针，都减了8针啊，然后怎样？减完之后，将你这儿剩下的所有针不要收针，连前在后啊都不收针。我们要怎么样啊？要给它留针，把它穿在织针上两边固定好，别掉针。或者你没有那么多毛衣针的话，可以给它用钩针牵引着，或者用手缝针牵引着给它穿上。穿上以后，用一个不同的毛线给它系上，这样的话你会啊非常清晰，到时候再穿的时候操作的时候会很简单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前后片剩的针数都给它保护好，不要收针。我们来转战到袖子的编织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整个袖子的部分啊，同学们看，所起的针数先织的花纹跟底边一模一样。整个袖子我们起多少针啊？我看一下多少针啊？58针啊！整个袖子我们给它一共起了58针，就是2组这样的花纹，看到了吗？啊，起完这58针之后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将整个的袖子啊，环形按照之前的花纹和之前的减针规律向上织啊。这部分的高度不用说啊，开始是一个2厘米。啊，先跟同学们说明一下啊，最早的时候这不用起那么多针，因为它这个花纹是相对来讲更舒展的，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位置啊只起45针就好了，就你这个小边儿的位置，看到了吗？啊，45针你织2厘米的啊，锁链针就是一行正一行反，然后再给它加至58针，看来织这个花纹，记住了吗？啊，刚才给大家这个小细节跳过了啊，给大家补充上。织完这个花纹之后，由于你的向上织的过程当中有过针数的增减，所以到这位置的时候啊，你的所有针数给它改织成跟腰部一样的花纹，就是什么？就是2反1正的花纹，同样也是啊，8厘米这位置啊，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啊。织完这8厘米之后，我们将你剩下的针数在这个位置啊一行的范围之内均匀的加至44针。同学们这点要注意啊，由于整件衣服在织的过程当中，袖子啊到这儿整体有过减针的动作，所以你减完针的时候啊，你针数不是44，而是比44会略少，所以这时候啊你要注意啊，我们完成之后将你的总针数控制在44针，然后怎样将44针改织成正针环形向上织，同时在袖腋处啊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要给它进行
加针，袖子的加针啊，怎样的加针规律呢？我们需要每十行加一次针，一共加五次啊。你看，向上织九行，第十行左右各加一针，因为你是环形织，所以你这一次是加了两针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这个一的意思是次，而不是加一针，也就是每十行加一次针，一次加两针，一共加五次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说总的针数一共加了五次完之后，你的总针数增加了十针才对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增加完这十针之后，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新的动作了，做什么呢？袖子的减针啊，我们的袖子啊，跟之前非常非常的像，也就是连前在后各减五针，一共减去十针，减针的位置一定要在你加针点的左右进行啊。然后我们将剩下的针减完了以后，你就改成往返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将剩下的针按照规律啊，给它每两行减一针，一共减八次，或者理解成隔一行减一针，一共减八次，这是指的这一部分，而不是这儿，这儿已经完成了。这时候同学们会发现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呢？无论是袖子和腋下，他们俩的减针形式是一模一样的，发现了吗？啊，俩人都一样，看，好，都一样。减完这八次针之后，你这儿剩下的针依然是怎样啊？依然是要给它保留住，而不能收针。按照刚刚织袖子的方法，我们完成另一个袖子，两个袖子都完成好之后，华彩的部分就来了。同学们仔细看这一部分，它有着圆润的，看啊，有着圆润的造型，打眼一看我们就已经猜到八九了，那是什么？那它是环形向上织的，对吗？那么环形的针数来源于哪儿呢？不必说，前后片一定是用于这个。那么除了前后片之后还有哪儿啊？袖子啊，也就是说现在开始你来到了一个超级赞的环节。什么样的环节？就是往上织它的肩头和领子的部分啊。我们现在要将前后片让大家保护起来的这些针数，你看，把这些针数穿好了之后啊，然后连接，注意连接你的袖子的针数，明白了吗？由于你需要怎样啊？需要提前将袖子和正身俩人给它缝合上。由于这款呢是表面缝合的啊，所以你看缝得非常粗放，但是从啊视觉效果上来看呢，又看起来啊又像是多了一道啊非常好看的一个别致的一个设计一样。其实缝得很粗糙。但是由于我们减针的时候是按照规律啊严格的减的针，而且织得非常的整齐，所以即便是你缝的时候不经意，但出来的效果依然很漂亮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将前后的这个位置啊相互呢连接缝好了啊，当然包括你的腋下的位置啊都缝上啊，袖子腋下对正身的腋下，袖子的啊，袖子前边这个位置啊，前腋窝位置对正身前腋窝位置啊，整个都给缝好，分别缝好啊，别跟后边连在一起。好，连好之后啊，你不必说，它自然就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一个大圈，所有的针数都已经集中在这个圈的位置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给它串在一起，这位置啊，同学们要注意啊，由于你缝合完之后，这儿呢也有一些针套啊，略显混乱，同学们可以给它怎样啊，给它一并给它挑织出来，越整齐越好，明白了吗？这两个地方啊非常整齐的挑织出来，和整个大部队合成在一起，一圈环形啊，一圈环形，我们将总针数控制在144针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在完成所有针数的合并的过程之后啊，总针数你数一下，这个数字是必须严格控制在这里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是不控制在这儿啊，你的花纹没法进行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时候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将所有的针套环形向上织这个花纹。之前大家已经截过图了啊，每29针一个花纹，对不对啊？往上织的过程当中啊，隔多少行一减针，和你截的图是一模一样的。相信大家这会儿对这个花纹已经
非常了解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向上在织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一边织，实际上你看它上来就织了这个花纹了啊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原款呢是向上织了一部分反针在织，但是这个不一样，上来就织了。同学们在安排花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你看这款就非常赞啊，你看在安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尽量让花纹它是成一个对称的状态，如果这个往里边偏差一点斜一点都不好看了。所以这件衣服的精髓就在于花纹的精致啊，你在安排的时候一定要看好，要数好针数。比如说我到从这儿到这儿啊，大概是隔多少针才开始织这个花纹，一定要控制好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个比哪个位置都重要啊。尽管我现在给大家讲了这件衣服很好织，但是实际操作中还要靠你啊，从哪儿开始第一个花纹的编织给它做好什么呀标记，否则的话整件衣服都织得很好啊，到最后花纹没对齐也不是一件满意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将这144针啊环形向上织，当最后一个小花纹在这儿已经完成的时候，好了，我们要将什么呀总的针数啊给它改织成什么了，拧针的单螺纹，实际上里边是两反一正，看到了吗？两反一正啊同学们啊。然后这一部分我们向上环形织6厘米，然后收一个机器边，一定要收机器边啊，因为机器边弹性会比较好，然后就完成了，没有涉及到其他的多余环节，整件衣服都完成了，是不是织起来非常非常的爽？如果觉得这个教程对你有帮助，一定要点一个赞给我，因为你完全可以用你的力量将我留在这个平台继续为大家工作，感谢各位。